认识早上六点四十一，但我事实上很早就起来等他的。这个女的让我等了两个小时，九点四十六，一个就要说自己去要看唐老鸭的人。那我来打太极好了。为什么要来迪士尼？至少快乐。穿了另外一件非官方迪士尼的长袍。好，今天 say something。说什么？你也不用翻译一下我的英文吧。啊！我看到我的纸巾了，姐姐。随便说说吧，大概。哦，太随便了。主要是我现在真的觉得我是一直去太胖，真好，也没有到真胖。